我今天呢做完要做的正经事之后，今天来到麻布十番这里呢，想着又去吃东西，接着之后在个地铁站一走出来，我见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。原来在这里的地下是有个Sailor Moon 和礼服蒙面塔的坑渠盖在这里，有趣。不过我们今天不是来为了这件事，我们今天是来为了去八十港吃东西。因为我说的嘛，我出来做完嘢，翻屋企之前我系会去食饭嘅。又嚟啦 ！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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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。喂 ，Hello。系。系拍完嘢系。哇！平时喺屋企冇得饮嘅老火汤，太开心。呢个系咩啊？青红萝卜。系啊，诶，但唔系青萝卜，大根啊。哦，萝卜红萝卜。我真的吃也不厌啊，上次讲了焗猪扒饭是吃一百次都得，日日吃都得，爽。今天还要有汤饮，哈哈哈哈，竟然在日本有乳鸽食，上次条片咪讲了咯，话比较乳鸽的嘛。哇，一流啊，简直。喂，实在太开心了，今天过来又吃焗猪扒饭，有老火汤，还要有乳鸽食添。不过呢乳鸽就不是这个定番 menu 来的，乳鸽是要另外他们再煮出来的，所以这个呢，就如果大家来吃东西呢就没有乳鸽的了。估不到啊，这个纯粹我拍完其他片跟着再记录埋我过来吃东西而已。